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命运剧场元神提瓦特一画 10.2 以更活动攻略拍照留印元神 5.0。那这个视频是提瓦特一画活动的第10关。这关要拿一个水元素的角色，在指定范围内释放重击时进行抓拍。这关的拍摄地点，我们可以传送到路景全右上角的传送点，从那里过来。我们可以先拿出来一个水元素角色，我们现在来让水元素角色站到指定范围内，并使用重击，并在放重击动作期间进行抓拍。好了，这样这关就完成了。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